介绍完了之后啊，这个第二个主力就是丘盘塔，南方天王。天王名号里面的含义，前面呢曾经报告过了，在此地呢，我们注重啊他修学的法门。他得的是灭一些冤害力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啊，内祸外仇，皆名冤害，安住远离呢，必能复之。注解虽然很简单，他的经义都给我们点出来了。